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媳妇儿 啊，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，你左一个电话，右一个电话，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？孩子的事儿吗？啊，孩子病了？不是，咱孩子不是咱孩子。媳妇儿啊，我对天发誓！哎，停停停停停！我这么会配合呢？我是说比喻。比喻啊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媳妇儿，你别瞎比喻行不行？咱孩子到底咋了？咱儿子呀，啊，快成咱俩兄弟了。此话怎讲啊？我的母亲啊，一手遮天啊，独揽咱们家大权，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。你能不能说明白点？我听不懂啊。咋那么笨呢？我咋的了？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，啊，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我当然知道啊，不光我知道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大家多羡慕呀，都说顺风啊，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，帮你两口子看孩子，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。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，咱们家不用，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。钱什么？你心咋那么大呢？咋的了嘛，啊？来来，你抱孩子来。哎，慢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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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是啥？毛毛虫。错，羊喇子。这啥？蜻蜓。错，麻辣。这啥？螳螂。错，刀了。这啥？我都不敢说了，这肯定不是蚂蚱。对了，扁担钩。不是媳妇儿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给孩子给你。没事儿啊，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，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，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。那能校正过来吗？哎呀哎呀，妈回来了。哎呦，紧赶慢赶的啊，孩子没睡觉吧？没有没有。哎呀，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，啊，到上课时间了。哎，那个二姑娘 啊，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。哎呦，大宝宝。那个妈呀，哎，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？啊，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。那这节课打算讲天上飞的呗。你看看，哎，还说妈教的不好，妈懂得多多呀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，一块学啊。妈你教吧。哎，大孙子精神点啊，精神点，来来，快看快看，这个是啥？鸟。这个吧，巧。来来来，再看看这个是啥？乌拉。来，咱看下一张啊，看看这个啊。哎，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，叫老楞。老楞，老楞是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妈，你别不教了啊。不教了，不教了。对对对，教多了他也记不住。啊，就教这些啊。哎哎哎，下边啊，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。讲故事行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。哎呀，说是从前呐，有这么一个巧儿，突然在草坑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。这巧儿啊，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，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，把这巧子吓飞了。哎呀，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。哎，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。哎呀，把这乌鸦吓得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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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飞走了。哎呀，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，左瞅瞅右瞅瞅，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，我要吃肉。所以呀，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。宝贝儿啊，别哭别哭，羊柿子还在，一会儿姥姥和羊柿子给你炒鸡腿吃啊。哎呦宝宝，哎哎，钱正芬，你什么感受？我五味杂陈呢。媳妇儿啊，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？讲啊，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，吃不上肉啊。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。
这可坏了，这可。不过也没事儿，本来啊，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，去当播音主持，这也好，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，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，也挺好的。不是，没事儿。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。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？啊，她是带孩子累的，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。对对对对，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、你心疼妈，我也心疼妈，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，但是不行啊，隔代亲，大家伙也都看见了，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，咋整啊？你说这玩意咋整？瞅你那出呗，你都想招，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？想招？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？有谁在家呢？哎，二姐不在家呢？我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啊，我中奖了、啊、你中多少钱？钱，你就知道钱。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。行啊，小米粒子，可以、啊、是吧？那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。哎，说到重点了，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，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，还是带田笨笨去呢？带妈去。吓我一跳。带妈去干啥去啊？啊，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，玩也玩不到一块，我不想带妈去。小米粒子，站起来。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、啊？啊，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？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？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啊，这个人就是妈。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妈妈快坐下，妈妈快坐下，请喝一杯茶。你俩去海南吧，你俩去海南吧，你的好妈妈。对。你别说啊，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。这样吧，我决定了，我就带妈一块去吧。太好了，收拾东西。好嘞。哎呀，孩子们呢？啊，下碗羊柿子炒鸡子行不行？行，妈，老姑娘，跟妈说，等会儿吃完晚饭呢，你赶紧收拾下行李。明天一早啊，我带您去海南。对，放假了，你放假去海南？对，老妈，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，明天我就带您一块去旅游。不去。你说我要走了，我外孙子谁看呢？啊，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。啊，我哎，不是妈啊，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。对，哎，不是咋的了？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。是啊，那你就跟你大姐去。大姐也不行，大姐。啊，妞妞现在上学了，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？不能去哈。对，是这么回事，对吧？啊，这么的，跟你二姐，二姐，你看多合适。妈，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，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？啊，有点不太合适。合适是吧，妈？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。对，妈，你就去吧。哎，那多长时间呢？就一个星期。对。啊，就七天呐。对。行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，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，我妈一趟没去过呢。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。对，二米粒啊。哎，妈跟你说别着急啊。七天就回来了啊，别着急。哎呀，七天能玩好吗？七天还行。妈呀，哎，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。小美玲你也是，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。不是，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。对呀。也是。嗨，他们不管我管呀。哎，不就是钱的事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我这有张卡。哎呀，这卡里有多少钱呢？有六万。六。这样，你到了海南以后啊，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，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，倒腾水果。哎，你从海南那边批发，到沈阳这边来，我们两个给你零售。你等会儿。不是，我大老远跑海南，我倒腾什么水果啊？再说了，待时间长了，我万一想罢了呢？
买张飞机票飞过去。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。买张机票飞过去。我要想妞妞了呢。买张机票飞过去。我要想你俩了呢。打电话吧。对，孩子，那不行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，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。还是妈想的周到，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。对，买一套，我付首付。等会儿，小土豆子，哎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？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，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妈呀，这孩子咋个点怎么说话呢？是，你说你咋？我是这，哎，媳妇儿，我是这意思吗？你是这意思？你听听。我啥是这？你解释解释。来来来，小米粒，妈，哎，我给你捶捶腰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哎，这么回事儿、哎？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？我是心疼咱妈，我想给咱妈放个假。再有吧，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，你还记着不？啊，记得呀。所以说，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，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这事包我身上，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。谢谢小米粒子，二姐夫。哎，哎，妈怎么样？舒服？哎、老舒服了。我天天给你。哎呀，孩子，真的。卡拿了呀？怎么好？给不给？给给给给给给给。啥玩意儿？妈妈。明天啊，咱俩就到海南，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。嗯、到那儿啊，你就想吃啥吃啥，想玩啥玩啥，嗯、想买啥买啥。反正咱有钱，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，咱就不回来了。那、啊、小米粒子，刷冤种呢？你这听着，把卡给我。孩子们呐、啊，哎，妈妈懂你们的心思。其实这旅游啊，妈自己有钱，把卡拿回去。不是，妈，你拿着，一定得拿着。哎呀，孩子们呐、啊，刚才你们的一番话呀，妈好感动啊。其实啊，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，是，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，挺着，怕给你们添麻烦，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，还真就看出来了。不是，妈，你也应该放个假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好。二米粒，哎，妈嘱咐嘱咐你啊。行，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。你放心吧，我让着他。还有一个任务啊，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。你放心吧。肯定的。啊、好嘞。我呀跟小米粒走，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。哎，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。哎哎，妈，你等会儿吧。妈，不是啊，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？啊，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？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。哎，妈妈妈，一共就两张机票。对，不是，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？我掏。哎哎呦，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。好宝啊，我尽力了。瞅啥瞅啊，你个巧。你好，你个乌拉。笑啥，你个老愣。行了吧，一个老愣，一个巧，一个乌拉，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。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杨柿子。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。妈妈，这可咋整？哎，我有个办法，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。妈